哇，小鲜肉！他去把那个二嫂他们的那个小鲜肉弄坏了，尿桶，小便斗，他把它做上去，这是塑胶嘛，就啪啪两声。剩你三千就好啊！我们这没听。哎呀，家己人吼。你们两个在玩什么？有车子啊，是有车子吧？不错，那个不是坐便的。那是小便斗，就是像那个汤马斯那个啊。他小外甥，他刚去洗手间洗了，一个是小，一个是小。哦哦，小乖在打棒球还是保龄球？快乐还是穿包皮？在打棒球啊，乖乖，被偷骂了，在里面偷骂了。好，这是粉红猪的呢。嗯，这个是我借。小乖要玩这个啊。这个是我借你们玩的。送给小朋友。那你们不可以在我家，因为这个是我借你们玩的。借。哦，挖土机。哦，这里还有挖土机啊。爸爸，你看这个。嗯。啊，这。哎呀。